家的味道，给拿着吧。转动摇柄就能发亮。这儿以前是一处高精尖技术研究所，普通人做梦都想不到我们都在做些什么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。 可即便天才云集，我们也没搞清楚那些石头到底是干什么的。等发现时已经太晚了。石头？哈哈，世界之石，通过超大的洪水晶，我们能看到，甚至穿越到不同的世界。指望我们把世界之石藏起来，祈祷苏联人不要有同样的发现。哈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 为了国家安全，也为了面子，我们一定要刨根问底，了解关于世界之石的一切。然后，我们打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但门的那一边有东西在等着我们。不过灾难并没有在我们进门的那一刻发生。我们去过很多世界，但没有一处居民有能力跟回来，所以我们自以为稳如上锁了。 这可是我的房子，哎，以防万一，我给艾伦几样东西，让他保存，他肯定把那些东西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了。艾伦呐，艾伦，你把东西藏哪儿去了？红色的那个，我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龙心，不要问为什么，拿着吧，你说不定能用上。我们走吧，你终于来了，快点，快点。 我有预感，看你找到的那个火柴盒。哦，那是……世界之石，准确的说，是和全石同效果的碎片。哈斯加德死后，我们关了世界之石。我当时就跟艾伦说，这破玩意儿比大于力相当危险。 哼，我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事。不知道有没有奇效？究竟是要……干什么呀？哦，我。 那么多年，那么多旅程，不知道安德鲁福特第一次触碰晶体的那个人，他回来过吗？回实验区，让阿波把这里彻底封闭起来。 不是上锁，而是炸毁，永远掩埋在钢筋水泥做的棺材里。你要永远记住，旅者，弊大于利。福特，福特，福特！哦，这下糟了。
阿波肯定要气炸了。哼，那个混蛋居然做到了，他把那东西唤醒了。克莱门汀，嘿，他跟你说过怎么用吗？我真的想这样做吗？系统即将出现故障，核心已被破坏，需要相应的程序开始获取。救命！拉门汀，别放手！救命！救命！你让他把我带走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千万别都是什么事儿疯狂了、还是继续前进吧，否则别想找到克莱门汀。准备迎战，就在那儿。
过会儿就该痛了。Yeah!